家好，我是宋佳丽，在我旁边的是我们乳山的飞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易飞。飞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呀、在咱们乳山结婚生子、过生日请客都需要用到的一种面食是什么呀？面食啊。一说到这个马上就想起来了，咱们乳山非常有名的大喜饼啊。对了，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唐妈妈。哎，唐妈妈在那儿说，唐妈妈。好的，找到了咱们喜饼的手工艺人唐妈妈。哎，今天呢咱们是不是就要整个的了解一下喜饼的制作过程。唐妈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？哎，走，今天咱们了解一下喜饼的制作工艺。咱们乳山喜饼又被称作媳妇饼，是咱们乳山市特有的传统面食。传统喜饼用小麦粉、鸡蛋、花生油和白糖经过多次发酵，用多年的经验通过烘烤精制而成，全程不加一滴水，不加任何的添加剂，以口感绵软、香甜、外观大方、体面、经济、营养、保存时间长而闻名国内外。乳山喜饼的制作工艺很讲究的，喜饼都是手工制作的，油料的质量、揉面的过程、火候的掌握、发酵的时间是喜饼是否地道的关键。好的喜饼色泽金黄，口感松软，面料饱满，唇齿留香。在乳山地区最突出的作用是婚庆、喜聚、宴会后发给每位宾客作为伴手礼。乳山喜饼长久以来保留了传统喜饼的正统原味，也是咱们威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自然咱们乳山人对喜饼也引以为傲，对喜饼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了。经过我们一晚上的多次发酵，我们的乳山喜饼终于做好了。做好了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味儿啊太香了。这样吧，咱们先不介绍，咱们先吃一个尝一个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你看看这个，我看是这个。哦，好烫好烫。烫吧。哦，不是，哎，哇哎呦，他爱吃什么面包啊？这面包好吃多了。对呀、啊，哇，太香了！大家想不想吃乳山的喜饼？来乳山，我请大家吃。好客乳山，欢迎你。